你看，咱看，上去了，你看，咱看，看俺家那啥嘛，都弄好了，还可以，刚换的。这把完事儿，这嘎都是软，软的好紧，好修。你这指甲也硬啊，知道吧？空调有灰指甲。嗯，这指甲就是这里有点内卷。 基本上十个人九个人就这个都不好，我把肉给你挖。知道吧？你不要动，知道吧？你那个叫的这样吧，我看，台上。哎呦，你快点，这个孩子。哈哈。可以可以，就这样。你妈就演，我就演，也行观众了呀。他都不乱跑，他不认识。 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嗯，对，你看，再转一下呗，等一下。 不用照顾，那连给他吃狗，那不两人就过了，是不是呀？很热闹的。认领了吗？这是这是。人家这很牛的，人家。他是连前修过了是吧？哎，他是连前修过了。对，还不是你修的吗？说就好吧。真的。帅就不说了，是吧？对，帅就不说。帅就不说了，他还收一顿好。你说的好啊，一会儿去给他们垫费哈。有卡哦。啊。充了500，人家卡才用过2次。你泡着吧，我用一下，等你泡着。 好的，好的。你这个得好好修一下呀，修得干干净净的。对呀、啊，你修了这上哪去走了？还早着他了呀？上大学了。大二了。在哪里上？在那个南京师范大学。南京啊。啊。姐姐出来坐老师了。多大的镇呢？ 从这过去也远哇！这多大的镇子？没200多公里呗？300多。没有。人家说多大的镇子好呢，我也不懂，是的。200多公里，200。什么镇子都跟拿起了。是啊，这越多越好。是吧？这。